最近有几张关于高圆圆骑一辆粉色自行车的照片被传到网上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照片中的她一头长发自然披散，气质绝佳。近距离观察她的皮肤状态，可以看出她保养得非常不错，细腻光滑。不得不说，她的颜值的确很高，高高的鼻梁，深邃的眼睛，不愧是那么多人的女神。侧面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一样，但实际上今年的她已经41岁了。网友们看到这个照片后，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，不少网友纷纷称赞她的颜值，甚至有网友称她为不老女神。也有网友关注到了她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还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，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，并且纷纷评论表达了对女神的担心。前一段时间她还出席了某个活动，活动当天她的穿着落落大方，尽显优雅气质，仅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一位妈妈了。在台上，几位商业人士对高圆圆也是照顾有加，还让她站到了最中间。高圆圆自从2019年有了孩子之后，便渐渐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，也许是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希望她未来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